然后台子要自己准备。嗯，台子。对呀、啊，可是后面那个桌子，感觉上应该要像乒乓球大小才放得下，至少要这么高，这么大。他说那个最小的1米1.5米，新竹车站2米。对啊，这边他那个也大概2米多。对。他们今天。哎，那6月9号，哎，会去吗？我会先去这一。7号我会去内湾的，因为8号就是军旅大会嘛。对。9号礼拜六。这个文化之通啦。我会去。这是文化之通，李老师啦，黑衣服那个。对啊。最近蛮好的。9号我会去，他有一个江湖店。对。内湾。拿到那个宁溪到花车三关。对。这个你会去？对。我在想要不要从。直接从七组那边进去啊，等他进来。你还要到平溪去吗？等他平溪，我就想，我假如我直接到平溪，他从青头上车的话，我跟那一段我回去很麻烦。那你如果人要走，那你如果不跟着平溪那一段，那你就直接到七组。对啊，我就直接到七组那边，我们那个留宿券怎么样？在那边，他知道是哪一个会延迟。哦，如果你不够，因为假如这样，我就可能在七组月台等他那班车。到月台，我跟他月台坐进去。那数据他是说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等我。对啊，三个车会来啊。对啊，那个驾驶不错，那个班车。应该有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后面那个，不过后面那个太小了，那个台子要很大，你至少要比乒乓球桌还要大的，应该可以这样子。对啊对啊，它通常模型，对啊对啊。
铁路节有一个乐高模型的
车站展览。哇，不得了！好，明天今几点？九点。现在要晚十点。这边有什么要表演？十点比较保险。黄龙啊。对对对。往这边走，走一走。你知道这边房子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可以拍一个，可以拍一个。没有要去的，全部的人。刘总，那边也不要动啊。这边有。对，解开一个就好，都不要动。我解开一个，往那边走一点。
有没有玩过火车啊？很好的啊。
讲，不要叫城堡，做城堡的人来做成铁轨好不好？他铁轨大伟呀！哎，这铁轨刚有变化。火车卡，看你啦！火车卡，看你啦！正面转左，前面对一下，确定一下再压到要压。刚刚设定错了，可是爬不进去啊！气球会出。局长的。不，这里有图，这里有图。那还要复原啊？当然要复原啊。棵树。你先复原绿色那棵树。这里还要贴这个。开玩笑，我不要，我可是复原达人。跟原本已经不一样了吧？现在要全部都复原。
永远朝外，火车都在内部。我把中间抬高，他当时这两设计的时候，像那个他吃的就是比较，他是后现代式的，他不像全面，就没有办法了。有，看到就是这一家的。都会啦，就是每一颗都要拆下来，每一颗墙壁。
在哪里啊？看得到吗？哦，因为他们都会去唯美角度。说他们家里也没有这种。看到吗？对，我好像看到。有，可能会买自己小的，因为家里毕竟没有这么大。对对对。像我那个在家里根本没地方放，会不会变成红地啊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介绍一下，是归哪一个？啊，来了。这不太对，怎么会？
等一下，我这边。这边还有板子。这里，哎，嘉许，你是哪一家？那个在这里，这里是刚刚好遇到的，对，所以你们变朝正了。没有，面要朝那，面要朝那，你们两个手等再翻起来一点。面要朝吧。没有，他说面要朝外，面要朝外。面要朝外，真的有啊。来 ，OK， 在你右手了。哦，然后这个会开杠。今天没拍，人家在点货啊。回来的时候顺便去看一下。
Thank you.
要站在上面吗？这边来交钱，你不这这边来交钱，这交你刚才交钱。对啊，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阿秀，啊，还是粽子少一个。我在。那边有空姐看。哎，这个。啊。如果是风起来了。哇，哎，可以叫他拆开吗？待会待会。然后看看，然后一样看我这两个。你赶紧看，看我。哎，我抢到一把芦花的。啊，你杀了。那四个字。这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明天开始。明天开始。今天在组装。这就旧的台北车站。好、哦、是啊，好厉害。这旧基隆车站那个新的新竹车站。啊、都热高酱。用那个热高酱。对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厉害。厉害厉害车只有电联车管，因为它电联车只有。你要不要这边的车支援呢？
这台有样子，就很像那个。
买的，过来我只买了。你知道了。
海边的站。因为你们公司 SNG 是在拍这个，不拍公司没拍其他家，哦，不晓得在另外一边，拆了。
没吃过，没喝过那么甜。美丽华做的那么大，美丽华不是做一个环岛，乐高用乐高拼的一个环岛。对，把我们的材料换成。好。